度啊！有新的包蛋哦！这怪物在你屁股啊！喂，还没砍到，这我不想吃到自己。紫面，紫面在，我们一起送他们。吃不到。哇，二十六滴下硬了。哇，饥饿剑哦，他饥饿剑哦。那个血少的，哇，他直接补超多了。他补满，他补满，我撤。他吃鸡，他吃鸡。我要死，我要死。好，那你退，你退。肚子不会饿，没办法，是瓜、啊。已经咬没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吃饱点啦。我还有爆炸剑。他自己两万三，可以尽量用啊。啊，你要买什么？我说你啊，你可以玩。回补一下。你可以玩那个十字弩，啊、然后用爆裂剑。爆裂是吧？对，他2000块只有三发，可是超强。哎呦，我这一只拿狙击剑，还有9000多块，应该也可以买个。哇、哦，痛好痛。但是呢，只要他位置卡好，我连炸就可以了。这个鸡是谁？哦，跑啊！还在丢复活啊、哦！对面的，不要跑啊！啊不要跑啊！哎、啊欸、嘿，又炸死一个，又炸死一个！哇哦！哇，我爆炸剑王哎、欸！剑王。他跑超远的，我就算那个掉落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谢谢。繁星，我只剩一发了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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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丢了？谁丢了？谁丢了？你还好吧？我买给你，我买给你，在哪里？那很贵，这边没办法买啊。他们家这可以买啊？我家箱子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哦，我全部都买爆炸剑。爆炸剑在哪里？爆破弹夹有十字弩的，然后左边的火药的。哦、很贵、欸。吃西瓜，吃西瓜。西瓜。又要吃西瓜。可以 Q 给你吗？看看可不可以。欸、可以。翻翻，还翻我五个。好、欸。可以把它炸下来吗？好。把那只鸡炸下来还是怎样吗？那鸡的位置、啊、不行。鸡的位置有办法炸吗？他没办法。对，爆破没有。哎、欸，凋零了。啊、为什么凋零了？他们那个凋零领域，凋零领域。哦，好。要破坏他们那个领域，在农还是这一只，还是这只？但这是我刚招的，那是我刚招的。好好好，给他们打嘞！走啊，要不要上去？音乐，好走，我上，我包包剑都拿好。好，不要那个领域，在上面。我帮你们包剑。我管太多了。喂，哇，我这三发没有丢好。补血，我要补弹。不好，中枪！凋零超烦哦、喔，在哪里啊？就是那个蓝蓝的都是，要敲掉。我跟那个爆炸剑是一定要射到人吗？还是地板？是敲、啊、地板也可以。好，好。他是要特别的高才敲。退一下，我退一下。特别的高。好。哇，他们有爆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。可恶，这领域吗？这领域吗？这里怎么挖？用特别的搞，用特别的搞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哇，他也爆弹，他自己炸死自己。我反而活下来了。我捡他的东西，捡他的东西。哇，没帽子了。西瓜。哇，我才刚把西瓜丢掉。吃西瓜。哇，西瓜丢了。这里好多人。啊，要死了。现在西瓜时间是不是？好，我吃西瓜。我帽子没了。你还要上去啊、哦？啊，我一直都在上面。西瓜摊时结束了。嗯，吃多点西瓜、啊。狙击的，有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没问题。好讲。当自己家多吃点。夹瓜。不用客气。一直都是这样。是。走，小雨，走。走。我们家前线在哪里？在二楼，在顶楼。前线哦，在他们家二楼。对，战场在他们家二楼。离开地面会中毒哦。离开地面会中毒哦。好，我被凋零。那里有装备，我先捡一下他们的装。好，你拿一下，你。喂，好痛！又爆一个。他说的疑问就是你们可以阿干。喂，可以阿干。小心。那爬楼梯也不行哦。太多人了，走了。哎呦，剩几只？我还在。哇，碎，爆他们！爆！碎！啊！后面有一个。他们撤走。楼下有三个人了，需要支援。小雨，这里东西已经捡不起来，你就把它捡了。没办法，我也是那个。
了，把他打下去了，我知道了，把那个不要的，把不要的全部都清掉。对对对对对，管他什么的。那可不可以买那稿子把他那个清掉？好烦，我一直。哎呦喂！这可以挖掉吗？我是挖掉了。啊，对，要拿一般就是另外的稿子。哦好。买看，不知道在哪里。要找一下，不然一直掉。应该在领域那里，还是在哪？我记猜出了，赶快逃回来！啊，窃取稿，窃取稿，有我看到了。啊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天蛋，我又在第一页，在第一页。哇，你要打飞机？那什么？他们啊，我死了！不，哇，陆明活下来，你要不要吃的？要不要给你？哎、欸，揍我！揍我！你们一起还要揍我？你退，你退，你退！他只剩四滴，他只剩四滴。凋零了，他走了。掉了，因为他在后面。哇、哦！下去了吗？对对对，我刚把他打下去了，他刚没血。坐着拍谁啊？这领域要猜很难猜，又被打又被打，我猜不掉。然后，我要在他们楼上放我们的凋零领域。他们凋零啊！我想说什么？可以。哇，这女人。不是啊，那个挖掉它就会还给你啊，哎、然后就拿来丢啊。上面还有人吗？自己人！哇，我死！进哦，上来啊！又凋零好烦，你们也知道，你们知道很烦啊。你们用的凋零啊，快！没有装备了，你们不一样的哈。自己的凋零啊，我的装备几乎都爆光了、欸。我给你，算说还好。你们去打一打，回来就有了啦。坐着。你这也太还好了吧，同学。这个还好而已啊。有跟没有差不多啊。能用就好了。啊。那我们打。我保底啊。吃最少肉。最少肉。我都吃金苹果哎、欸。对啊。我都吃牛排。没有。刚扔掉一些装，现在沿路捡。保释。等一下，需要个盾牌，现在就差内内，好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就我没钱了、啊。还有在他们家的吗？来帮你，我在，我快死了。盖，哎呦喂，没关系，我没来了。我给他们落雷。来，装备怎么捡不起来？要等一阵子。小雨后面有敌人。哦，哇，你被打飞了。没事，我把他们打下去。通。我都把他们打下去了。我来了。你要拆掉他们的领域。哇，凡西，我都没水准。那边，我要买稿子啊！哇，爆炸真的超强哎、欸！天哪，爆什么？我买到巧克力后面，巧克力后面，那边有一个血残的啊，被打下去了。我要挖光他们家，挖光他们家。我等。哇，那个爆炸直接逆转，太扯了。没有，我有爆弹。我死了。没事，我会把人打下去。拜拜。有上面，我们好像征服了。我们征服了。下面的我也把它清掉了。懂他的小鸡啊！有人又来了。想上来。然后这装备比较多的先打。兄弟，会胖哦！哇，直接炸死他！一把哇、哦！小鸡只剩61点。小鸡好惨、啊。哎，小鸡，等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好。小鸡等，为什么小鸡我没被打？他是我，是我啊！我只能叫他埋了。炸死了！你不要再埋了，你不要再埋了。够了！不要你埋走，你埋走。埋了，刚刚中剧毒啊！啊、哦，我有看到一堆剧毒。可以来他们家楼下，别埋了。原来是你、啊、埋那剧毒会扣。我想说，终于有人打我几点？我在后面，翻新后面。揍他！打你。他一直打我，有人上来了，上面不能我把他打超远掉了，离开地面会中毒。离开地面，刚好被打下去，太好了。菌毒挖掉对面会很瘦，我们被打了。哎呀，第十，他们把那个挖掉，其实就会毁了啦。嗯，我们装备原本没有打满装，打满装。我也是。哎呦，打到更好的装备换，强山火焰啊！阿布回来了，回到家里面 了。我走天桥过去。嗯、那个爆炸箭矢真的超爽哎、欸！爆炸箭超扯哎、欸！我好几次都靠它扳回一城。对。那、啊、现在休息时间。哎、欸，所以不能过去对面玩。那就现在拨过去哦。好了，现在不能打就对了。嗯，会被他们揍死了。没有，你可以打、啊，只是你有虚弱而已啊。会啊，他们上不来，可以用箭射啊。头
耶、yeah, 我是大技师。嗯，我们的上面在顶楼是吗？我们继续在顶楼啊。哎呦，嗯，别射我，别，不到。哦，我们箱子太小了。对，哎，纸片不要，现在还在虚弱。什么纸片不要？冷静。问他是谁？从对方家走回来的是谁？纸片、啊，就是纸片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以为是我们家哦。哇，这个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。你说我要打那个商店了？你是不是坑了？哇！他们要吃西瓜啦！他们要吃西瓜啦！他们要吃西瓜啦！不错啦！阿瓜快跑！阿瓜，要、啊、被吃掉了！来我们家捣乱！来我们家捣乱！哇，好巧！吃掉了！来我们家捣乱！我不好吃啊！哎，钱，居然家里有人了！吃钱。休息35秒，休息结束再说吧。哦、哎，看到了，飞吧你，拜。哎，你们、啊，哎呀，被收到啦！啊，原来是来送金苹果的、啊，辛苦他了，辛苦他了。我只是想回家，你为什么要对我？刚好我穷啊。耶、yeah, ，我的装备又全满了，又可以再打一场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！50块把它修好了。哎呦，满满都是钱。原来可以修装备哦。你就再买一套新的，啊、然后把它修一下。对、啊，反正等级都超高。对啊。哎呀，走！打了，可以打他了吗？可以。激战龙吧，去打 N game 吧。那我们的鸡怎么在这？上桥了，刚刚他们都是一楼的没？好胜，对，有了，我把它拉回去啊！可以拉一下，可以拉一下。我们是看门鸡耶！我们回家喽！看门鸡啊！我们鸡回家喽！我们鸡就是直接敞开来啊，给他们看啊！敞开大门啊！对啊，我们就直接裸露鸡给他们看啊！强威面呢？嗯，怎么办？暴露我们鸡的所在地啊！暴露鸡所在。哇！我来帮他们，当自己是美果虫。我来帮他们加一点血。进去就被自己弄死了。猜一下，一拳放进去。秀！我们现在战线往前冲了吗，各位？我们在有啊，在冲啊！我来了！快打！好的。是有凋零。哎，死掉了！露米姐，露米姐。我们都满了。我们两合在一起，我看到了。上！哎、欸，我们鸡裸露被打了，可以，鸡被打了，被打了，真的被打了，真的被打了，不要打我们的鸡、欸，他们又有凋零了，我杀掉他了，他们的鸡好凶哦，要死，还有一个，要死，对，鸡鸡的，他们小鸡要死了，哎，啪，鸡。都是影月啊！你看他打了811。对啊。哇！很会。花季赚20000。很凶。哎，我杀这么多人啊！对呀。为什么有灭伤王啊？哇！哦，我只杀了一个，我都只帮他下楼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才0165而已。我杀了13人哦。我只杀了一个、欸，请问又怎么看自己杀了多少人呢、啊？我有上面有，上面有、哦，因为我很多是用那个爆炸杀法，所以就不算自己的。8人，我才6个，圣兽打600多。我会玩这游戏了，会玩了，就是鸡退完人家抽到叮当，在家里睡就对了。对，这游戏很简单，就是拿钱塞到对方嘴里，有没有？好爽！这爆炸剑真的是爽哎！嗯，没有，好了，休息啊！休息啦！感谢纸片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
拜拜，我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的据点战争啦、啊。这一次有没有大幅度的增加？这个我不知道他原本的爆炸剑是不是就这么强、啊，但是这一次爆炸剑有没有哇，用的非常的爽快，各种飘飘飘，有没有？就算你已经被炸远了，哎，还是可以射得中，或者呢把你弹飞落地，再把你打死。爽快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啦，喜欢的话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并且订阅我们，然后今天的摸摸瞧瞧改成明天咯，因为妈妈出去玩改成明天，就一样的时间，明天11点半才会有摸摸瞧瞧，那么我们下回再会啦，大家拜拜。